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把资料给我。这人刚死不到一个礼拜，还没来得及注销户口，你就把他按在这个身份上就行了。我细一点啊。警察。嗯。啊，懂了。你警察当卧底之前都得把底儿选清楚。 你是拍戏啊，大哥？你们警局不是有人干这活吗？怎么找我这儿来了？别问了，我帮朋友忙呢。行，好了，醒不醒啊？很专业的，要不要给你加急？ 办好了，本事真大，不如我把这个人推荐给你，你用得着。